用脚洗碗，黑过物质不断重用的黑油。究竟广州市白云区这一间连锁餐厅的厨房有几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据一位姓林的离职厨师说，因为那间餐厅人手不足，洗碗阿姨就用脚洗碗。见到那个阿姨长期用脚，是这么洗的马刀扔下去，用脚洗碗的嘛，一个冲冲水就行了。此外，林先生说按照要求，餐厅应该采购冰鲜鸡做原料，但餐厅一直都是买毛鸡回来，自己在厨房劏了它，甚至有死鸡都拿去卖。其后广州食药监局执法人员接报后到场突击检查，餐厅员工否认用脚洗碗，还坚称食用油只是用一日。这咱们粤菜传统的炸个双江湖的话，你肯定要用干净啊，比较好一点的。一般用几天？一天。执法人员话，消毒洗刷餐具放在地上面不符合操作，会对涉事餐厅责令整改。餐厅司长无稽做法，亦都违反相关规定。至于鸡系咪通过正当渠道入货，目前难以核实。 ONTV 的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